机车慢车道上居然出现一大块的西瓜，而正在下大雨，担心会影响到民众用路的安全。东里派出所两位员警发现了，马上协助清理，让道路可以畅通。不过，警方还是呼吁民众，车辆在运货物的时候呢，应该要先检查货物有没有捆绑牢固，避免车辆行进的时候呢，货物掉落在路面，会影响到自身及他人的安全，而且还有可能受罚。机慢车道上竟然出现西瓜块，有些还是很大一块就挡在马路上，也因为正在下大雨，员警担心用路人的安全，东里派出所两位员警一看，马上协助来清理，让道路畅通，有效地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选本所员警指引巡逻群哦，经过台九线290.5公里南下车道，发现机慢车道上洒落满地的西瓜大小碎片，当时一下子恐危害用路人之安全，本所员警立即将麻布袋道路的洒落的西瓜清除，让道路顺畅，有防止交通事故之发生。玉里分局也呼吁民众，车辆载运货物应该要先检查货物有没有捆绑牢固，以避免车辆在行进间货物掉落在路面而影响自身以及他人的行车安全。呼吁民众在使用车辆载运货物时，应先检查货物有无绑牢牢固，以免车辆及行进间货物洒落路面而影响自身及他人之交通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制，汽车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行驶时鲜有危险，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改正或是禁止通行。如果因为货物掉落到路面而导致车祸事故发生，还需要另负明刑事责任。记者高中双玉里正采访报道。